百年如一日，中华有真侪所在的时间，也点点停留在属于家己的年代。对着北高山顶的大佛眺望中华，才无城市的人类，只有故意甲踏实。就亲像这杯已经被一家子的红茶，是阿公甲人客开讲的快乐时光。三步一小庙，五步一大庙，是中华特色。小小城市有真侪无同款的移民的游牧，这庙有神明带来原乡信仰的故事，是中华人精神生活的依据。一府二乐三艋舺，鹿港曾经是台湾知名的大城市。站在红砖的顶端，就好亲像回去较早的迄个时阵。闽南的古迹，也佮有香火鼎盛的天后宫，予咱知影较早迄个年代老一辈的生活步调是甚物模样。一座老城市内底，总有一挂人，如同老建设同款的坚持，用家己的方式制出足精密的作品。这些作品经过了日常生活的流传，产生了工艺的美感。慢慢消失去的传统手艺，靠着师傅的坚持和毅力保护着，希望未来工艺会当亲像这边古同款，愈拍愈响。中华是一个实在所在，而且无华丽广告，只有朴实生活，也保留着乡土的模样。而且，你当深深感受着因对生活态度、对家己在地文化的骄傲。你若亲自踏入这块土地，就当在暖暖的人情味当中，见证中华淳朴甲自然。